男女团 S8 中国成员倪妮，自从开通个人 IG 之后，就时常分享美照和工作照。除了美貌不断进化，她独特的幽默感也圈了不少粉丝，时常创造热门话题，让她的人气不断攀升。她在元旦当天为了庆祝新年，除了分享美照之外，还在 IG 上传一张长辈图，逗了不少网友。图文中还写着：“愿好事如阳光般洒下，愿坏事像风一样飞走，祝大家笑口常开，度过幸福的一天。”韩式长辈图中背景的夕阳搭配左下角的莲花，让大批网友笑翻直呼：“倪妮到底是哪一年出生的？怎么懂这种中年人的感性？还以为是我阿公的头贴。”重点是上传贴文而不是限动，倪妮确定是外国人吗？